再一张哈。那个黑板上面哈，那个记一下。好。现在他们都到一起，肉都吃了。吃饺子，吃饺子，然后再压下去。吃了。所以一定要基本功，一定要练。像现在老师这个，就是这个可以，可以，没办法。像这样两点不美哈，我们就要把它整理出来。所以虽然说这个是随意的话，但是你只要没有浴室美食的修养，你还是没办法改。好像像我们这里的话，就要把它处理好。好，这一点比较小，这一点比较深，比较重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又要把它加出来。另外就是我知道这个是错的。
七折。哦，这样就没有感觉到说刚才有那个两点了，是等于后面画完了再点，等于是相反的画法。新点或春，让他感觉不出来是我们用点的，而是让他感觉是我们是画的。像这个一点，这个也是不好。那不好的话，我们就多几点。嗯，那这时间会很多对吗？嗯，做完了对吗？嗯，我再来会再加来。嗯，我等下会再加来哦。嗯，然后我多了，啊那后面来再来多加再来，这个了解。两张，你几张先来？好，你再来。嗯，万一被人家拿走了，你就放在这边啊。如果人家拿走就我不负责哦，我没办法负责哦。那人赚到了，对呀、啊。等一下，一下。阿伯枪拿多一点。做两种。无介意上去更预估在遐啦，啊，也要载多就会载啦。干脆就拿你的话去那边表就好了、啊。嘿嘿，对了，最聪明的，你就表，你就让他表就好了、啊。又省，你就让他去表就好了，就不会找这种麻烦啊。至少在煎熬，现在至少，也许现在画的一次两次，你每次。